獅子是詠春三套拳中最後的一套拳，這套拳主要是有三下手法，第一下就是吸針，第二下就是標指，第三下就是問手。我而家咧就將阿三下手講解一下，吸掌係最短距離嘅攻擊手法，佢嘅優點咧個力量好大，因為佢唔經過手腕嘅關節，所以個殺傷力係比較大嘅，但係佢係最短距離。普通一拳打到，用吸掌咧就唔到啊，所以一度吸掌咧就一定要埋到去先至到。吸掌咧一吸嘅時候應該就係平肩嘅，但係功夫嘅打人多數是向條中線，為何吸掌是平肩是薄的呢？原因就是因為吸掌用起上來一定要進一步，假如我現在來說是對起肩薄的，但是用起上來一進馬呢就對中部，所以吸掌千萬不要壓了埋中線。第二下啦，就標指。標指咧，嗰、那個目標就係標對方隻眼，用手指標對方隻眼。但係咧，人嘅眼睛係最靈活嘅，十次咗九次都標人唔到嘅，側一側個頭已經係避開咗你。問題最重要。標人唔到嘅時候，應該係點樣去處理？我而家啦，示範一下標人唔到嘅時候點樣處理。例如我同佢對敵嘅時候，一標佢嘅時候咧，標佢唔到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拉翻落嚟。用呢啲手法去打對方，一丟佢梗係一浪啊，一托佢落嚟，就即係用掌去打翻對方。第三下手就係問手，問啲下手嗰個名稱好古怪，問係問題嗰度。即是問對方攞翻隻手，因為詠春嚟講，能夠接觸到對方隻手咧，自己個危險程度就好低嘅。最驚就唔見咗對方隻手，因為突然間唔見咗對方隻右手咧，對方隻右手有權就打到自己。兩隻手唔見咗咧，即兩隻手都有權打到自己。因此。詠春就有一下方法，唔見咗人哋隻手嘅時候點樣處理呢？就問對方攞返隻手啦，所以就用問手啲下手出。佢用法就點呢？比如我家下同佢對方黐緊手，突然間唔見咗，咁我點呢？就問對方攞返隻手喺度，一丟咗佢，佢梗係攞隻手出嚟呀，拍一下，或者佢隻手就攞返出嚟呀。嗱，再試玩突然間唔見咗對方的手，一標就話佢隻手一定要俾翻我啊！咁呢下就係問手啦。
下手就是用鞭子将手腕的力将力运用在手指那里，使到飙出来的手指更加有力。咳针了就应该要平机，不要将这个针压咗埋去，左右连续玩三次，在这里来讲一共是用了12咳针的，所以标志另有一个名称，人家就叫做十二级针。一下第七下，一下第八下，第九下，一下第十下，一下十一下，一下十二下。这只是两节的，以上是第一节，跟着下来是第二节了。这是人民手了，就是调节下自己的机能，因为三套拳玩完，特别是最后一套标志是要出很多力的，舒畅下自己的筋骨关节的，所以做几多下根本就很重要的。好了，玩标志最重要的是发力的问题，好像我在小年头第一节的时候认真的发力是将近到致用力的，因此每一下都是需要这样做，吸到胆用一下放松将近到出力，一下就是将近到出力，这样是最重要的，吸到一下打一下就是将近到出力，用运手一下就是将近到最有力，才能够发挥到标志的作用。整个来讲，拳不离手，勤加练习，做到自己的动作流畅，自然就用起上来能够得心应手。无论三套拳都好，小练头、寻拳、标志，所有的动作都要做得流畅，才能够发挥自如。